上次我带Jane去米兰时装周之后，她一直说要带我去旅行，只有我们俩的。因此，我们来了一次闺蜜之旅。能够跟她游历世界，分享时尚的魅力，是我现在最想做的事。 一个女孩的成长可能有100种方式，我不需要她跟我一样，但我想要牵着她的手，和她探索这个世界有多大。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美丽的回忆，第一次一定要难忘，笑得很灿烂的。